倦的梦，你现在还记得吗？你如今也是一个有故事的人。天空下着一样冷冷的雨，落在同样的世界，昨天已越来越遥远。有没有那么一首歌，会让你轻轻跟着和，牵动我们共同过去，记忆从未沉默过。有没有那么一首歌，会让你心里记着我，这首歌就代表我对你诉说。就算日子匆匆过去，我们曾一起走过，我现在唱的这首歌就代表我对你诉说。就算日子匆匆过去，我们曾走过，刘唐的歌声一曲动心弦。欢迎收看广东卫视大型原创时代记忆音乐文化节目刘唐的歌声，我是主持人欧哥赵一欧。在这里我要代表今天所有到场的嘉宾和我们的栏目组欢迎大家。好，现在给隆重推出我们的传唱团的嘉宾们，他们是姜育和。嗨嗨嗨，我是团长姜育和。主办方太有智慧了，请我来当团长。为什么要姜育恒做团长？因为有句老话是姜还是老的辣。来，欢迎黄凯芹。大家好，好久没见。品冠，从广州的朋友大家好。大家好，我是品冠。好，那最后哦，一枝独秀黄龄。大家好，我是 Yellow Zero。今天有三个姓黄的，对对对，还不止呢，四个。对哦，黄龄、黄凯芹、品冠，告诉大家，人家原名叫黄品冠。对，我不姓品啊，我姓黄。但是还有一位黄氏人员在哪里？欢迎我们的听响团的嘉宾黄国伦、魏学曼，还有我们的伍周彤老师。好，传唱团、听响团，等一下还有一个团，那就是我们的欢唱团团长王厚明、小阿七和他的团员们，欢迎你们。在开始今天正式节目之前，问一个问题好了，四位在我身边，猜一下本期他们会给大家带来什么样的经典的歌曲。我跟你讲，看到这个阵容太厉害了，简直就是华人音乐的半壁江山。姜育恒大哥当然是情歌王子，凯芹哥也是情歌王子，品冠情歌王子，黄龄不是情歌王子，但是看起来四个一定就是唱情歌嘛。情歌王子三位，情歌公主啊。不好意思不好意思，我打断你一下，你好像一直在叫我的名字，是不是？为什么？情歌，情歌，情歌。不管怎么着，今天大家来着了，一定会有很多非常动听的经典的歌曲等大家。再次把掌声送给传唱团，有请他们入座。大家其实是猜对了，因为今天我们的主题是友情岁月，不是友谊的友，而是有无的有，友情岁月。首先要出场的当然是我们的传唱团的团长姜育恒，掌声有请姜育恒。年的四月份我进来拍的，最能够代表大陆的，代表中国的，就是长城了。我是第一个进来拍封面的，经过了这么多年，
你就知道生活生命里面的真正的核心是什么，然后再回头看那些曾经经过的事情，在唱的时候就真的不一样。在这张专辑中，因为一首歌让歌迷们了解了我，三十多年后的今天，让我再用深情的声音为你传唱。掌声送给姜育恒。再回首，他为什么那么好听？我可以用两个小时来解说一下吗？好，本场节目到这里就告一段落了。姜大哥送你八个字了，你唱歌情词切切，气韵如诗。
哇哦哇哦，张大哥有一种共鸣，就是他一唱歌就你就进入他的世界，所以一呼吸就进入了。我觉得张大哥的一个最大的特点就是他的尾音，他的尾音的颤音有两种很极端的一种尾音的处理方式。你能不能用你的嗓音把江大哥的这个尾音两种给我们颤抖一下？好，我稍微示范一下。好，曾经在悠悠暗暗反反复复中追问，才知道平平淡淡从从容容才是真。这个比较像，这个比较像，对，是这样。第二个比较像，而且它是物理震动，对对，需要这个物理这样来震动。哦，这是一种抖音。另外一种就是切断式的，马上断。再回首，就是马上收掉。云遮断归途，有像呢。再回首，命运迷雾。是这样吗？明天到我公司来上班。是老板，是老板。我们有个疑问，就是所有看过这个 MV 和进 KTV 点过这首歌的人都记得玉恒大哥的婚礼。只要你点过这首再回首的 MV， 似乎你就参加了姜育恒当时的婚礼。为什么用婚礼的镜头来做 MV 呢？我是1993年的3月3号结婚，那当时我就不知道给我太太给她送一个什么特别的礼物，我说要把我的婚礼版权卖给唱片公司，唱片公司把它变成 MV， 卡拉 OK 变成 MV。 这个不是我的初衷，但是这是我送给我太太的礼物。顺手牵羊不叫顺手牵羊，叫搂草打兔子就卖了。我觉得这是送给老婆也送给自己最美好的回忆。但是我觉得去 KTV 也好，去唱这个歌也好，相对来说比较小众。你知道最大众的这个再回首是在一个什么场合传播的吗？我告诉大家一个年份，1991年。1991年，江大哥，对你来说，你一定印象深刻吧？我的命运转变了，一点不夸张。1991年出了什么事情？我上春晚，中央电视台的春晚，就是再回首，就唱的再回首。我下台的时候，工作人员说：“你知道今天晚上多少人看到你吗？”我说：“不知道。”没概念。他说7亿人看这个节目。我要问一下我们年轻的朋友，你们当时听到再回首是个什么场景？我那个时候4岁，还不算是非常有记忆，但是我们这一代人的父母全部都爱他。你就会听到爸爸妈妈或者说经常的在反复的在播放这首歌曲。不止当时，现在都是。啊，现在都是。我妈每天吵在再回首移动的心，就是都他的歌。妈妈炒菜的再回首，再回首烟油放多了，对，已经完全就在你的生活当中了哈。就我刚刚听老师在台上唱歌就很感动，我也很想哭。我刚刚也觉得我是不是年纪也大了。江大哥，你唱那会儿才30出头。哎，是你怎么会有这样的人生的这种历练？那个时候的我所经历的就是可能比一般同年龄的来得多。我10几岁就暑假寒假就开始赚钱，就东奔西跑到一个陌生的环境城市去工作。你说到东奔西跑陌生的环境，我出生长大在韩国。哦，在韩国。对，我在首尔念书，但我父母亲是山东人。哦，又是山东的。对，我父母亲是山东人。他刚才说到他的人生阅历可能比相比较一般的同龄人会多一些，他用了一个词东奔西跑嘛。你知道我脑子里马上想起他的另外一首歌异动的心，我印象当中就是那列火车给我的印象特别深。你有没有想到这异动的心这一列火车它的终点站在哪里？我是住在海外的中国人。中国人。对，我父亲从小告诉我们，我们这里是暂时居住的地方，早晚有一天我们要回到我们自己的老家。在山东哪里哪里，这很根深蒂固的。是，没错没错没错。然后他们就从此没回来，就已经在韩国过世。但是我知道我父亲有一个亲弟弟，两个亲妹妹，他们住在大连。然后我就跟我的工作人员讲，我说我要去大陆拍片，你给我安排一站是大连。那天早上我的工作人员照着地址去找到那个地方，全部对过说没问题，都对。然后他们告诉他说，姜育恒30分钟以后会来。
换他们傻眼、哦、他们傻眼了，中间都没联络，三十分钟以后会来，惊喜，大惊喜耶，真的、哎、然后呢那一天是我叔叔过生日，哇，所有的孩子们全部都在，我一看到我叔叔我就跪下来了，这是我爸爸的亲弟弟，终点站，我觉得我的家人都齐了，终点站，哇，我们让江大哥给大家带来一首驿动的心好不好？曾经以为我的家是一张张的票根，撕开后展开旅程，走入另外一个陌生，这样飘荡多少天，这样孤独多少年，终点又回到起点，到现在才发觉，哦，路过的人我早已忘记，经过的事已随风而相依，疲惫的我是否有缘和你相依？他一生都是浮云游子，但是他终有一天要落叶归根，是啊，他找到他的真正的居所，他的家，所以你的声音这么动人沧桑，可是又却有带着安定的力量，谢谢你的声音，谢谢国伦，谢谢国伦。九一年再回首，其实刚才我就有这个感觉，那再加上刚才驿动的心背后那么一段真的很真实但同时又非常动情的故事，我看到江大哥眼圈红了，我的眼圈有点红，所以我觉得每一个中国人，全世界，你只要血液血管里流淌着华人的血液，这一片土地永远是你真正扎根的家乡，心安即吾乡，大家说对不对？老唱这歌是好听，是有回忆，但是心就沉进去了，真的是心就沉进去了。哎，我们能不能让加纳哥唱的时候，我们全场包括我们欢唱团也好，听响团也好，还有现场观众一起喝着来的，来一首《梅花三弄》。梅花三弄，好不好？好。好。问世间情为何物？只叫人生死相许。看人间。多少故事醉销魂，梅花三弄，红尘自有痴情者，莫笑痴情太痴狂，若非的梅花扑鼻香，再回首啊，驿动的心，梅花三弄，听到现在了，听响团有什么感受？我感觉刚刚品冠也想跟我点同一首歌吗、啊、我本来要那个跟往事干杯，跟往事干杯是必须要唱的，因为这个太厉害的歌，我们一起跟着江大哥举杯，
经过了许多事，你是不是觉得累？这样的心情我曾有过几回，也许是被人伤心，也许是无人可了解。现在的你我想一定很疲惫，人生地就像酒，有的苦有的烈，这样的滋味你我早晚要体会。也许那伤口还流着血，也许那眼角还有泪。现在的你让我陪你喝一杯，干杯朋友，就让那一切成水，本来一曲再回首，姜育恒动人的深情的歌曲陪伴了我们30年，走过岁月，我们也有了故事，我们跟往事干杯，记住动人旋律。接下来我们有请姜育恒致意这首往事之歌，记录岁月之声。再回首，作词陈乐融，作曲卢冠廷，演唱姜育恒。感谢音乐家们为我们带来如此有温度的记忆金曲，再次感谢姜育恒为我们唱响这首歌，让时代之歌回声嘹亮，向着经典致敬。我觉得这个宗旨啊，这个主题啊，设定得很好，用这样的方式啊，让传达一些东西，让年轻人看得到，我觉得是个非常棒的理念。接下来登场演唱的这位歌手，不仅文笔不凡，还非常擅长词曲创作，他被誉为音乐诗人，他就是黄凯芹。哇，这一张照片呢真的是一个意外，在我人生里面第一次让全国的人民去认识我，就是这一首晚秋，所以对我来说好像是第二生命的感觉。人在秋深处，心系远方情，当这首歌的旋律响起，是否会让你想起我？下面请听我为您传唱。缠着那份爱慢流，明晨离别盼望爱仍留，共你上一对相爱结伴醉，却总怕醒觉醉梦走。风里看着多少的晚秋，如何能跟你说别潇洒的远走？
就凝望你，要分手是时候，那心间多少泪水未人流，何时能解开心中多少苦与忧，何时能解释心中空虚的借口，情迷围住我，你此际又回眸，问情怀可永久相拥有，朦胧缠着那份爱漫流，明晨离别盼望爱仍留，共你常一对相爱结伴随，却总怕醒觉醉何时能解开心中多少苦与忧，何时能解释心中空虚的借口，情迷围住我，你此际又回眸，问情怀可永久相拥有，多少苦与忧，何时能解释心中空虚的借口，情迷围住我，你此际又回眸，问情怀可永久将拥有，朦胧缠着那份爱漫流，同你常一对相爱结伴随，却总怕醒觉随梦走，何时解开心中多少苦与忧，何时能解释心中空虚的借口，常一对相爱结伴随，却总怕醒觉随梦走，曾停留风里看着多少的晚秋，如何能跟你说别潇洒的远走，唯求原谅我说失敬别离后，未回头人已经心伤透，伤透你好，金哥。你好，你好。满操好好听，晚秋非常好听。我们俩倒个个啊。因为今天的现场和我们过去听到的版本有很大的不同。首先是凯琴哥，他的口吻啊，很有戏剧色彩，他把他自己的律动变了，和以前有很大的不一样，特别像在演一段音乐剧的唱段，我也有这样的感觉，就戏剧性很强。我觉得这就是刘唐的歌声的一份很了不起的礼物。大家都很努力，我觉得乐队很棒，编曲很棒，是，所以功劳是他们的。这首歌原创出生地点就是广州，就是广东。对，没错。厉害厉害。我还记得那一天
我在广东的江门体育馆去表演，然后我坐在观众席上看着乐队在排演，然后那个键盘手呢很年轻的小伙子叫许建强，在练一首歌，我一听旋律好，就是有中国的味道，好喜欢，我就跟他聊天变了朋友，慢慢拿了版权，然后改了中间几个字就发片了，在香港就这样变成晚秋了。原来的名字叫做愿你把心留，愿你把心留，把它改成晚秋了。对，我现在是把它带回家乡了，你们给他掌声好吗？当时的内地的流行曲啊，通常都会有一个共同的点，就是有一种中国味道。是的，对，所以我唱完晚秋之后呢，晚秋红了，我的公司马上脑子一转，就希望我出一张专辑，全都是内地的作品在改编广东歌，包括了《涛声依旧》啊，《弯弯的月亮》啊，李海英老师的作品啊，等等的，都有很多。我是喜欢，可是我觉得我刚刚唱了《晚秋》，我不想重复同样的一个风格的东西，所以我就婉转的说，我宁愿做其他的东西了。所以就把这个机会给了那位女性歌手。对呀、啊。是吧，这个我后悔了几十年的东西啊。如果你来唱弯弯的月亮，这个世界会变得不同吗？现在这个情况来唱的话，一定是感慨万千，哎，反而更有积淀，一边唱一边落下悔恨的泪水。哎呀，忍住忍住忍住，老师，弯弯的月亮。雪山从银河悠悠透洒着，茫茫微风中轻心是那青青桂花香，遥遥怀里想，如茫然飘飘望家乡，绵绵如诗的忆记荡过匆匆岁月长，哇，好听好听。谢谢欧哥，我突然有个 idea， 凯琴，你要不要做一张专辑，叫做《那些年我送给别人的歌》？有太多太多。我觉得刚才这一趴哈，就是在回味凯琴老师送给别人的歌哈，这个情境非常适合一首歌来做总结，就是姜育恒大哥的《再回首》，再回首，泪眼婆娑，很惨了，泪眼朦胧。再回首，好吧，他还模仿姜大哥的表情，再回首，一脸的拧巴。其实你们现在说到这儿，凯琴只能是去从别人那儿去要歌，或者是去找歌。其实，在我印象里面，凯琴是一个特别会写歌的人。对，对的，因为当年。他的那张专辑就是《晚秋》，里面专辑名字叫《传闻》，对不对？对，十首歌曲有八首作品都是。其实除了那个《晚秋》，许建强老师，对，其他都是自己的。对，凯琴自己写的，而且我们知道有很多的一些歌手，他出道都是参加唱歌比赛。对对，凯琴是参加的创作比赛。嗯，而且当时他拿了奖以后，然后宝丽金就来找他。不是，因为是这样的，我参加了一个。作曲的比赛，那就赢了一点点奖，然后他们的总经理就叫我去试音，唱了一首歌出了发片，然后他就叫我去瓦力金的公司，打开门坐下来，拿一张合约出来要我签长约。是好像要3年的那种。哦，我说我现在还在念书，你们可要签着我的时间吗？然后他听了这句话就，我是不会跟人讨价还价的。这是我人生第一次去录音师去录音，帮我录音的那个人叫什么名字你知道吗？叫什么名字？他叫欧丁玉。然后我连那个合约都没了，他
他就变成了张学友的间距了。我科普一下好不好，欧丁玉是香港最有分量的制作人，他是一手打造所有学友歌曲的制作人。对，所以我那一次浪费了那个合约之后，其实就跟他，你人生浪费了多少次机会了。再回首泪眼好吧，这个姜育恒大哥你一定要说话了，因为你这首歌好像像一语成谶一样，就贴在他标签上。我很喜欢一句话，Every happening is for good， 就是任何发生的事情都是好的。有些事情你当时觉得不好的事情，你回头看的时候呢，你再回首看的时候，它是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对，而且当时他写完以后，然后保利金就来找他，想跟他签，第一次还拒绝别人了，到第二次的时候才答应签约的。要知道是宝丽金唱片哦，宝丽金唱片找他哟。宝丽金是基本上当时世界上最大最强最出名的一家唱片公司。对，大部分的港台的特别是香港的歌手都是签在，其实他还有世界，对对对，世界上我们先不说，我们就说一说港台明星，我绝对巨星摇篮，来看看大屏幕都有谁。黄凯芹、李克勤、许冠杰、谭咏麟、刘德华、张学友、陈慧娴、王菲、徐小凤、 Beyond、 黎明、邓丽君、张国荣、草蜢、钟镇涛。钟镇涛，那我想问一下秦哥，大家耳熟能详的巨星，什么张国荣啊、张学友啊、谭咏麟，有跟他们在一起吗？合作过。你跟张国荣跟哥哥有合作过？我那个时候还没叫他哥哥的，因为以前一般来说都叫他 Leslie， 然后有一些表演呢，我们要在舞台上，我还记得他有教过你表演。对，我跟他要表演一趴舞蹈的，就好像《阿飞正传》的那种牛仔舞啊什么什么。他教你舞蹈？因为我跳得很烂，他不教不行。就是那种。对对对对对。好不好？我们来验收一下成果。好呀。 Monica 会不会跳？哥哥的 Monica， 他以前有很多演唱会都会唱，我都学过。来来一段，来一段，大家一起兴奋的啊。你以往爱我，爱我不负一切，将一生青春牺牲给我光辉，好多这一天你改变了我，无缘来奉献，友情常令我个心有愧。Thanks, thank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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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onica。谁能代替你地位？你以往教我，教我恋爱真谛，只可惜初生之苦将你睇低。好多谢分手，你启发了我。祈求原谅我，完全随梦去，你不要计。Thanks, thank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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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onica。谁能代替你地位？想当初太自慰，将真心当自慰。当光阴已渐逝，方知它珍贵。你已有衣归，负了你错爱，以美梦永远藏于心底。哇，活力四射，真的很棒。看得多了，所以有一点点感觉在脑子里面。太棒了，但是我一直脑子里刚才看他跳舞的时候，这是一个非常棒的艺人啊！你签约宝丽金之后，一定出了自己的片子，对不对？我们现在想能不能听一下秦哥自己创作的一首歌曲？我来提一首吧，好不好？哪一首？因为这首歌曲其实是我最喜欢的一首哦，凯芹的歌叫《伤感的恋人》。好，因为他是在他的第一张专辑叫《Moody》哎，《Moody》里面的一首最火的。要知道这张唱片当年是拿了双白金的哦。这张唱片当时是非常的火，而这首歌曲是里面最火的一首作品，叫《伤感的恋人》。OK，《伤感的恋人》，掌声送给黄凯芹，谢谢。风中雨点，
渐失了信，长夜已降临，延续了苦困，不知道原因，只想再等，然后你飘至，仍带来伤感，挤熄了烟，满脑疑问，前头中亲吻，凝望你转身，不追究原因，慨叹缘分，然后你飘远，投入谁的手？哇，太帅了，太帅了，偶像啊，那个时候的啊，欧哥，我觉得他又是一个明明可以靠颜值吃饭的人，是，偏偏要靠才华，关键他是个诗人，而且如果他当初接受宝丽金给他的歌，其实他们会把他打造成例如说当年的天王巨星，应该就是那种等级的。再回首我觉得凯琴他的音乐，尤其是他自己创作的音乐，给大家带来很多很多的享受。我们要再一次感谢黄凯琴来到流淌的歌声，为我们演绎了刚才这首非常令人动容的粤语金曲《晚秋》。岁月星辰，尽是深情。接下来我们要有请黄凯芹致意这首深情之歌，记录岁月之声。晚秋，作词许建强，黄凯芹，作曲许建强。勾起的回忆更共鸣吧。接下来出场这位歌手，他精灵百变，他可以驾驭很多不同类型不同风格的情歌，他唱腔中的独特的转音令我们大家印象深刻。有请时代记忆传唱人黄龄为我们唱响跨越时代的真情之歌，掌声有请。古董我以前也有，哎，这次要唱潇洒走一回，在那么多唱过经典歌的前辈面前唱这首歌还是挺有压力的，但是勇于挑战，何不潇洒唱一回。红尘滚滚丝不尽，人生自是有情痴，我想作为时光使者带领大家重温这首歌，下面请听我为您传唱。
缘跟生死白头，几人能看透？红尘呀滚滚，痴痴呀几生，聚散终有时。送给黄龄，谢谢。有一点出乎我们的意料，选这首歌差好像不是你的曲风似的。对，这首歌是我从小就喜欢的一首经典的歌，然后我妈妈的单位里面有一次年会带我去玩，我就说表演一个节目吧，那就选一首潇洒走一回。你那会儿多大？六七岁。六七岁就潇洒走一回？对啊，就觉得很潇洒很酷，然后就在年会上表演，很多长辈面前唱歌。其实我今天唱有一点小小的紧张，我有一种长辈恐惧症，长辈恐惧症。因为今天的就是比我就是你说长辈恐惧症的时候不要看着我说长辈恐惧症的时候可不可以看着江大哥说来，我想问一问几位嘉宾，你们听完黄龄版的《潇洒走一回》，你们的感受？叶倩文的版本适合偶像剧，时尚甜美，所以我觉得她唱出另外一种《潇洒走一回》。我听完以后，我觉得她的这个设计还是非常好的，她有一种冲突在里面。一旦把那种女孩的那种霸气和那种潇洒的一面展示出来的时候，还蛮有吸引力的。好，问一下长辈吧。我觉得这是我听过最惊艳的一个版本的《潇洒走一回》。哇，这个是不敢当啊。黄龄唱首《潇洒走一回》，我觉得她真的有很强的驾驭能力。但是他既然有这么强的驾驭能力，那有一首歌如果不唱的话，真是有点心痒痒。来，掌声有请黄龄。风光
大家。黄龄在这首歌里面的那个转音，我觉得是运用的非常非常的贴切，和这个歌词也很搭。这两首歌你把都唱出来了，你是实力派唱将。哎，谢谢。不容易啊，有很多人叫他唱他不一定会唱。没错没错，我要跟江大哥也跟大家介绍的是，他其实经常的去尝试各种风格的歌曲，有很多很多的经典老歌。浴室里面唱歌，因为浴室的混响比较好，那我就会唱歌。因为去年的特殊的疫情也没有机会出去，那我的粉丝我们也没有办法见面，那我就想说就把视频记录下来放到网上面，他们就可以听到我唱歌。你们有看到吗？我已经录了80几个了，有吗？80几个、嗯、来一段女人花要不要？真好听。就是你看那个梅艳芳的那首歌吧，就让我们想了玫瑰，她唱的时候就像是一朵紫罗兰一样，就那种悄悄的在绽放。真的是我觉得每一个歌者都应该去用自己的方式诠释作品不同的色彩。没错，这点她做得非常好。好，我们来问一问这边我们的欢唱团。来，小阿七。七七，我呢是玩短视频的嘛，那我其实私下也有关注黄龄老师，所以我就会经常去看。我是就是被这个女人花圈粉。真的假的？真的真的，就是经典的老歌，通过她唱出来以后，那个味道都有她自己的那味儿了，太棒了，爱你。谢谢。那我想今天正好 你有没有可能在她所演唱的歌曲当中，你来现场来分享一下、我们俩遥相呼应一下好吗？你挑哪首？喜欢你吧。那微笑的眼睛，连日落也看作春意。我喜欢这样跟着你，随便你带我到哪里，你的脸慢慢贴近，明天也慢慢的慢慢清晰。我喜欢你爱我的心，好棒好棒。你会发现无论是翻唱以前的经典老歌，还是在一起演绎同一首歌曲，其实就两个字，叫做传承。这音乐的传承实在是太重要太重要，所以为我们的音乐传承鼓鼓掌好不好？好了，再次谢谢黄龄带来那么好听的歌曲，再次感觉到传承经典的含义。潇洒走一回，接下来我们就有请黄龄来
致以这首《青春热情之歌》来记录岁月之声。潇洒走一回，作词陈乐融、王慧玲，作曲陈大力、陈秀楠，原唱叶倩文，演唱黄龄。感谢音乐创作者为我们创作的这首《青春热情之歌》，让时代之歌回声嘹亮。刚才黄龄的演唱当然是大包二波，但一定会觉得意犹未尽。接下来我们带给大家更多的彩蛋，要还是不要？就是我们的双黄组合，黄凯芹、黄龄带来激情之歌嗨歌，有请两位。凯芹老师，我是第一次跟他合作，他愿意跟我来合唱我的这首嗨歌，我觉得还挺骄傲的。然后我上来找你，我们往前走，一开头就走了，一起走。前辈艺人他有他的工作的习惯的模式，那我就觉得一直要问他我们这个地方走啊还是停啊，他就说随便跟着感觉走的。其实呢不要紧，一走因为是跟着一起来嘛。可能大家对我的认识是斯文的慢歌，其实我觉得我应该很多方面大家都可以看一下。凯芹老师唱出了不一样的很嗨的感觉，大家就来期待一下双簧带来的嗨歌吧。未来，你不在。
在我不在意，谁还会在意你？你不在我不在意，谁还会在意？这嗨歌我们都非常熟悉啊，黄龄的歌曲。让我比较诧异的是，哎，凯芹大哥怎么会想到跟小妹妹合作这么一首歌曲？其实这个歌很好，容易记，那个旋律啊，有一些特色的地方啊。但是我觉得好难唱哎，有吗？对啊，对，因为这首歌是常石磊给那个黄龄量身定做的。对，我曾经问过那个石磊，我说你写这首歌是怎么写的？他说我当时就是天马行空。但你要知道，就是写歌的人他可以这样去写，但是演绎的人就会非常的困难，因为他很难去表现出来。但是我觉得黄龄的那个声线呢，哎，真的是符合这个要求，就像量身打造的。他写完我也是觉得好难啊，唱不了，但是就是觉得想唱一些特别的旋律，对，就挑战了一下。对，我没有想到凯芹老师他这么愿意玩这首歌。其实我们看得出来他内心有一颗非常年轻的灵魂，是吧？其实有一首这种好玩的歌，我觉得真的是一个很大的幸运。没错，你看你这首歌可以在舞台上变化多端，可以玩很多东西。其实我们作为歌手啊，不单只是唱一首抒情歌啊，或者有自己的那个安全的区。对，如果你常常都表演自己最安全的东西，你永远不能突破。对，所以非常感谢你让我有这个机会跟你合作，你愿意跟我合唱。我们也非常感谢两位带来了如此精彩的舞台表演。我们的友情岁月正是因为有这样的歌手，才会继续温暖，继续创新，继续不断的流淌歌声。掌声再次送给两位。接下来登场的这位歌手是一位唱作全能的音乐人，他的歌声陪伴了很多80后的青春，他就是我们的暖声情歌王品冠。鸣奏青春旋律，书写岁月温暖，这首歌和我一起陪伴了很多人的青春。下面请听我为您传唱。手中的感情线是不肯泄露的天机，那也许是我一生不能去的情趣。我到底在不在你掌心，还是只在梦境中扎营，在茫茫的天和地寻觅一场未知的感情。爱上你是不是天生的宿命？深夜里梦里总都是你倩影，而心痛是你给我的无息突袭。
摊开你的掌心，让我看看你玄之又玄的秘密，看看里面是不是真的有我有你。摊开你的掌心，握紧我的爱情，不要如此用力，这样会我痛我碎我的心，也割破你的掌你的心。中的感情线是不肯泄露的天机，那也许是我一生不能去的情绪。我到底在不在你掌心，还是只在梦境中扎营，在茫茫的天和地寻觅一场未知的感情。爱上你是天生的宿命，深夜里梦里总都是你倩影，那心痛是你给我的无情独行。摊开你的掌心，让我看看你玄之又玄的秘密，看看里面是不是真的有我有你。也割破你的掌你的心，摊开你的掌心，让我看看你玄之又玄的秘密，看看里面是不是真的有我有你。摊开你的掌心，握紧我的爱情，不要如此用力，这样会我痛我碎我的心，也割破你的掌你的心，这样会我痛我碎我的心，也割破你的掌你的心。你好，品冠，好久不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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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暖不暖？暖到我掌心都出汗。接下来听一听我们的听响团的嘉宾，你们的感受。我发现这首歌曲真的是有一种魔力，因为它虽然歌词写满了青春的那种疼痛，但是你听完之后，你反而会觉得很温暖，很有那种治愈力。我们那时候在学校里面，女孩子都有一个随身听，那里面就是磁带嘛，女孩都。一边走一边是这个节律，你打开他耳机听，可能十个有八个都在听掌心。真的，我小时候有这盘磁带，小时候也不懂，摊开你的掌心让我看看你是什么意思。难道碰上一个算命的吗？掌心上有你吗？随着慢慢长大到了青春期，一直听一直听，然后没有想到长大之后跟冠哥有合作，因为我跟他一起演过音乐剧。了解，但是我跟各位讲，品冠是这样哈、哦，他外表看起来忠厚老实，但是呢，可是他其实有很多面哎。哎呦，他可以演坏人哦，然后他也可以搞笑，他会走 Michael Jackson 啊、哦，真的假的？嗯，他可以倒着走 Michael Jackson 的月球漫步，要不要看一下？要要，他真的超厉害。那个一般 Michael Jackson 是往后的嘛，对对。我后来我觉得哎，往后大家都这么玩，我那个往前的。哎，这个好厉害，这个好厉害，这个厉害吧。哎，我至少发现他很皮。对，
暗皮啊，是。但你可以演坏人吗？我跟黄龄演那个音乐剧，李宗盛大哥的那个作品，其实我在里面跟我平时的那个歌手的形象是反差蛮大的。对，对，我们是几乎是破口大骂的那种，就是想象不出品冠哥发脾气生气。对，我的天，那你会不会人设就崩塌了？没有，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那个音乐剧，叫什么名字？就是《当爱已成往事》啊，有有有，要不要现场来一下《当爱已成往事》？要。好，来来来来来来，好，讲，来三二一，开始。蔡丽丽，你到底想干什么？你是怎么回事？人家一个小姑娘，你有必要让人家这么难堪吗？难堪？我做错了吗？韩江，你自己心里清楚，你喜欢他，他也喜欢你，你看不出来吗？往事不要再提，人生已多风雨，纵然记忆抹不去，爱恨都还在心底。真的要断了过去，让明天好好继续，你就不要再苦苦追问我的消息。爱情它是个难题，让人目眩神迷，忘了痛或许可以，忘了你却太不容易。你不曾真的离去，你始终在我心里，我对你仍有爱意，我对自己无能为力，因为我仍有梦，依然将你放在我心中。总是容易被往事打动，总是为了你心痛。一流年岁月中，无意的柔情万种，不要问我是否再相逢，不要管我是否言不由衷，为何你欺骗自己了，祝你幸福。丽丽，丽丽，我到底做错了什么？丽丽，好棒，好棒，真的很棒，特别是那个音乐的那种衔接的部分，我觉得特别好。对对对，谢谢。请入座，请入座，谢谢谢谢，精彩的演出。你有没有发现呢？品冠也好，刚才的那个掌心的作品也好，跟那个当爱已成往事也好，一直有个名字在后面，李宗盛。当年的大哥李宗盛是唱片金牌制作人，他就是因为掌心喜欢了品冠，然后把他签到滚石的，对不对？哦，是是，在1995年的时候，我换光良哦，那时候我们还没有组成无印良品的时候，其实我们是认识很久了，我们在学生时代就认识了，那时候我们就是想要各自拿一些作品出来，然后各自做 DIY 的一张专辑，所以有一点怎么讲，半业余。对，然后刚好就有一个机会，我们就投到滚石唱片。哦，当时我们知道应该没什么机会，因为马来西亚滚石基本上是不会签新人的。哦，但刚好那个时间李宗盛大概就去了一趟吉隆坡。对，然后就在那个办公室里面就随手就听了我们那天哪那卷磁带，就是掌心的那张DIY 的专辑，他觉得声音不错，他打算要签我们，所以才开始了我们的音乐之路。所以那会儿你没有拒签吗？李宗盛大哥怎么可能拒签？我们凯琴大哥那个宝丽金也拒签，但是不一样的选择，
还是成就了今天的品冠。有一张照片，来看一看他跟宗盛大哥的合影，来看一看这个照片背后有没有故事，来看一下。啊，这个是我们在录音室。哦，这个是我们两个一起参加一个演出，每一年都应该有机会见到面。哇，那你们关系已经很近了。我们在早期的时候，其实我还住他家呢。哇，早上起来就去钓鱼，钓螃蟹，亦师亦友。对，李宗盛做专辑做片子，你其实可以偷师很多。你知道大哥李宗盛，他带过多少人，他制作过多少的唱片，捧红多少的明星。哦，但我觉得他特别偏爱品冠。为什么呢？因为说实在，后面不是有一首歌吗？最近比较烦。最近比较烦哈，是能不能唱一唱这首歌呢？好啊。但因为这个要三个人唱，随便挑。我们来邀请凯琴哥跟国伦老师一起来唱这首歌，好了。哇塞，太荣幸了吧！皇室中心会啊，对啊，哎，对，三皇，对，三皇是不是？对。我们好像月饼一样，三皇连荣月，三皇连荣月。好，来，掌声送给三皇组合。最近比较烦，比较烦，比较烦，总觉得日子过得有一些极端。真的吗？我想我还是不习惯，从默默无闻到有人喜欢。最近比较烦，比较烦，比较烦，总觉得钞票一天比一天难赚。朋友常常有意无意调侃，我也许有天改名叫周转。最近比较烦，比较烦，比较烦，我看那前方怎么也看不到岸。那个后面还有一大半天才在追赶，想写一首皆大欢喜的歌越来越难。最近比较烦，比较烦，我比你烦，我的头发只剩下从前的一半。每天的工作变得太慢，广州的女生有些高不可攀。比较烦，比较烦，我只是心烦却没有混乱。你们的关心让我温暖，家是我最甘心的负担。哇，谢谢谢谢，对，而且是个表演唱来，真的很棒。哎，我们真的临时成局，完全没有蕊过。哎，对啊，因为我从来都不觉得烦，所以这个歌我投入不到。但是你唱的最烦，对，你烦到都忘词。我没有这个烦恼嘛。掌声送给两位，请入座，请入座。谢谢品冠带给我们流淌歌声这么美妙动听的歌曲。接下来我们有请品冠治愈这首治愈情歌，掌心记录岁月之声。掌心作词王宇宗，作曲光良，原唱品冠，光良演唱品冠。感谢音乐家们为我们带来如此温暖的治愈情歌，再次感谢品冠为我们唱响这首歌，让时代之歌回声嘹亮。很感恩啊，啊，所以从来没有想到说以前年少时代的一个兴趣，然后慢慢慢慢变成自己的一个终身事业，然后又有机会将自己的作品留下来，那种感觉真的是啊，三生有幸。还有两位今天的传唱团的成员要合作，朋友聚在一起纵声高歌。接下来我们掌声有请姜育恒品冠带来的友谊之歌《朋友别哭》。当我得知要跟姜老师一起合唱的时候，非常非常的期待。对，姜老师进群，往里走。我
我们要一起合唱的这首歌叫《朋友别哭》。我没有任何的奢望，什么歌我都可以，然后就让江哥来选吧。走位置有问题，我就有问题。好的。我觉得我这辈子我最珍贵的一个资产就是朋友。刚好品冠也参加这个了，这可不可以一起合唱这首歌？原来像梦一场，有人哭有人笑，有人输有人老，到结局还不是一样。有没有一种爱能让你不受伤，这些年堆积多少对你的痴心话，什么酒醒不了，什么痛忘不掉，向前走就不可能回头望。朋友别哭，我依然是你心灵的归宿。朋友别哭，要相信自己的路。红尘中痴心的追逐，你的苦我也有感触。能让你不受伤，这些年堆积多少对你的痴心话，什么叫醒不了，什么痛忘不掉，向前走就不可能回头望。朋友别哭，我依然是你心灵的归宿。别哭，要相信自己的路。红尘中有太多茫然痴心的追逐，你的苦我也有感触。朋友别哭，我一直在你心灵最深处。朋友别哭，真诚的朋友，这份情请你不要不在乎。掌声送给姜育恒、品冠。不是说好了歌名叫什么？朋友别哭，可是有好多人在哭啊，比如说魏雪曼。我主要是那个，就是没有办法控制的想起我的一个20多年的朋友，他现在在另外一个国家，陪他的孩子接受教育，然后呢，他就自己一个人去经历很多的那个困难的时刻。他是个从来不看电视的人，我觉得我待会儿我就会给他打电话，勒令他看我们这一期的节目，至少就是要听最后这首歌。非常非常的感谢
品冠鼓舞很大，谢谢，非常感谢。水曼说出了我们的心里话，就是你们很自然地流露出这种真情真意，就特别的让人怦然心动，会打动我。所以我想问一下两位，怎么就想到选这首歌来合作？我本来想说应该是唱姜大哥的任何一首歌都可以，我都可以，是，结果姜大哥选了这首歌，知道了唱这首歌的时候，我也觉得我也很开心，因为那个歌词其实很催泪，你会有很多很多的画面，没错，在我们的脑海里面，因为人生总有起起伏伏嘛，非常符合今天的主题，友情岁月。我也很珍惜今天这样的一个缘分，可以跟姜哥、凯琴哥，还有再次跟黄龄一起站在舞台上面一起表演，也是很难得的。姜大哥，你选这首歌的初衷是？我整理我自己的时候，我最大的财富是朋友。朋友，我在2011年，我在上海开了个 party， 我发出了121个短信。包括纽约、新加坡、韩国、日本，全世界，啊，来了119个。他不知道为什么要来，我没有告诉他你来的原因是什么。那天是我跟我太太的结婚纪念日，我好朋友太多，所以我那时候说我一定要唱这首歌。所以我邀请品冠呢，也是老朋友了，谢谢谢谢，跟我一起合唱这首歌。我觉得我谢谢节目组做的这个布置，两位唱歌的时候，我深深的感受。我觉得璀璨的世界就像这个灯，是有多少人就像品冠一开始是孤单的，是寂寞的，有多少人愿意像姜大哥走到一个孤单人面前，向他伸出双手，成为他的朋友。有一天我们都会有需要，别人也会伸手向我们帮助，所以我真的觉得德不孤必有邻，我们要坚持善良，仍然坚持希望，就如同我们流淌的歌声，这一路有很多很多的歌，一路流过无数的岁月，但是最后沉淀下来的都是我们内心最宝贵的财富。是的，谢谢两位带给我们可以称为财富的这样的歌曲和情感，掌声再次谢谢两位，谢谢。现在进入我们今天的经典大联唱，往事有情，谢谢四位传唱团的嘉宾在今天为我们带来如此动听的歌曲，让往事有温度，为岁月留歌声。感谢大家收看广东卫视大型原创时代记忆音乐文化节目《流淌的歌声》，下周同一时间我们再会。感谢微博、微博综艺、新浪综艺、新浪娱乐、触电新闻、荔枝网、喜悦 TV、 云视听、乐听、广东有线电视、武斗 TV、 QQ 音乐、酷狗音乐、酷我音乐、全民 K 歌、抖音、腾讯视频、西瓜视频、哔哩哔哩、好看视频、网易新闻、网易号、秒懂百科、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音频客户端、云听、天翼、超高清、闪萌、动图宇宙、 UC 浏览器、飞熊娱乐、中华万年历、 WiFi 万能钥匙、诚心优选、流火娱乐、鸭蛋生活、荧惑帮、异样飞行、悠悠跑腿、小红唇、速率共享充电宝、新米粒、皮卡、快乐大饼营、掌上有余、胖星、桃花、华语之声、一直与橘子娱乐、追杯、茄子日报、茄子悬赏、超级星饭团、欧沃、独角秀、至于成果娱乐、网易有道、精品科独家数据观赏平台方局的大力支持。